不行，闭嘴吧！行了行了，别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要睡戴耳机睡行吗？干嘛嘛？我走，算了算了，我走屋里去。姐姐帮你找着了。干嘛呀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大家同事一场也算缘分。哎呀，坐下来歇歇吧。我坐这陪他吧。哎，心浮气躁，希望别影响到考察吧。没事没事，大家不用紧张，没事的，请大家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奇的故事给你听，好吗？
前兵！老钱！前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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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钱！前兵！前兵！老钱！跑哪儿去了？前兵！前兵！前兵！臭小子去哪儿了？前兵！老钱！前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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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是老妈！快看，好可怕！绝杀！怎么办？这塔怎么这么高啊？别怕，看他的眼睛，害怕会被老妈发现。现在们还不敢过来，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怕火。他该不会想要过来吧？糟了糟了！快回机舱！我就要赶紧走，别动！如果被老发现你害怕，就会扑过来。到原地站着等死啊！我在这儿。好了，狼走了。多点几个火队，快回去，快啊！快跑！等等我，走啊，快快快！吓死人了！外面那什么玩意儿啊？狼，一定是狼！我们差点被狼吃了。那不是一般的狼，它有两个下巴。整个下颚都裂开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同类型的动物化石。我在想，有可能是某种原因导致基因变异而成的。基因变异？巨狼吗？啊，对，它长得好大，吓死我了。如果不是单独的基因变异，那肯定就有一窝群体变异的巨狼。好，好，宋武，宋武，赶紧撤出狼群，撤出狼群，狼群，狼群又在往你那边过去了。目标已经全到 B 点，可以继续进入。收到。我现在进洞，照计划进行。怎么说？炸！嗯，嘿嘿，嗯，你有没有听到爆炸声？没有啊。没有？妈的，炸弹失灵了！炸弹的引线断了，被狼群咬了。哎，啊！狼群往宋武那边靠近了。宋武，宋武，赶紧撤出狼群，撤出狼群，狼群，狼群又在往你那边过去了。不是说计划成功吗？炸弹失灵了，没时间解释了，你赶紧离开那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继续往里走。救我女儿！
苏武，苏武，赶紧从狼穴里撤出来，赶紧撤出来，苏武，快跑啊！晒开了，素武呢？他动了。之后我们会发射一颗信号弹来确定我们位置。行。那他跌昏了。是国际救援队，他们找到了我们的位置，正派人过来。好啊，我们回来了。米阿米高，米阿米高。怎么只有你和他回来了？包子和你女儿呢？我没有找到女儿，而且包子他……我在。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太好了，
豹子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没事儿。国际救援队打来电话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对对对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豹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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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背怎么会这样？要有人打掩护的，总是要有人走在前面。之前总是让你耍帅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。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有没有事，我自己知道。兄弟，我是不是英雄？是，是，是英雄。我是英雄，是英雄。我从洞穴出来的时候，我看见静文了。他躲在角落里，但是豹子叔叔救不了他。你要救他回来。这群巨狼有了智慧，抓孩子是要用他们当人质，引我们进洞决一死战。我们不去，他们就还会再来村庄，这一战躲不掉的。天行，你带着村民在洞穴安装炸药，我趁乱进入深处救我女儿。我如果进去之后十分钟还不能出来，你们就引爆炸弹把洞炸了。记住，千万别等，就十分钟。卢炳，线路接通了吗？卢炳。
按我说的做了吧。说了。现在开始倒计时，十分钟。景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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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醒醒！啊！嘘。